三八妇女节马上要来了啊！之前找我买过欧米茄星座的大哥啊，趁着节日来临之前啊，给老婆订了一块劳力士36表径的女款绿萝。我也没让大哥失望啊，在节日的当天给大哥完成了交付。我们一起看一下整个过程。大哥来了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，大哥给老婆送了一个劳力士啊，我们来交付一下。哎呀，好男人啊，好男人。速度这么快，想不到啊，快吧，第二天就到了，对吧？昨天就有了，前天定，然后昨天到，今天来拿。还是值得信赖的啊，必须的嘛。大哥上次找我订过一个欧米茄星座，大哥手上那个劳力士呢，还有一个沙士拳，不但是一劳永逸，而且是多劳多得了。打开看一下，啊，一览两本说明书啊，我看一下保卡，2023年3月6号，啊。然后我们再对个三码合一啊，三码合一就是白吊牌的码、保卡的码跟手表的码要对得上的。劳力士的序列号刻在六刻度侧面钢圈的位置。啊，对的。啊，三码合一对上了啊。啊，下一步我把这个吊牌取下来。大哥是好男人啊。我们店里有一个男款的41，但是光圈的，还有一款是狗牙圈的绿萝。自己买的总归对吧？不能推到老婆呀。对，实实在在的话。而且有实际行动，这个表呢是一只全膜包裹的，连二维码膜都在的。这一张是底膜，表扣膜，全膜包裹，然后外观啊，锃亮的这个绿螺非常好看啊，灰盘，手表身上该撕的膜也给它撕掉，好吧？二维码膜要撕的，不然很难看的。有些膜就留着，好吧？啊，这个要撕的，表扣的膜，底膜是要击灰的，这种先留吧。要不要留？啊，这个先留。看一下外观啊，检查一下，没问题吧？哇，这个狗牙圈特别漂亮。下一步我讲解调时间功能，你来操作，先拿着，往下拧，旋转，这是上，对，往下用力。我就松出来了，已经跳出来了吧？然后再拔开一档，是调日历的，一档对吧？往上调日历，我们先调到7号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嘛。往上，往上，往上，对，加快，没事的。劳力士你就放心大胆的去调，已经到7号了，对吧？然后再拔开一档，也是最后一档，我们来调时间。再往下。对对，用力，听到声音了，对吧？顺着秒针走动的方向啊，调时间是向下，对，向下给它转，从7号跳到8号，加快速度，最好放里面吧，万一。万一。八号对吧？还要转一圈，因为现在凌晨5:46，好了对吧？时间是不是很简单？然后再往里推，推到底啊，推到底。那这里有一点要讲一下，如果你的手表啊动力不足的情况下，它停走了，你可以顺便上十几圈，手动上发条，对，这样就是给它上动力。就等于说你放到最里面一档的话，就是上动力了。对，推到最里面就推回去的时候。好，差不多了，然后再给它往里推，往上拧，给它锁回去，加点力往里啊，锁紧为止。好 ，OK 了，是不是调时间很简单，对吧？好，下一步我给你试个大小，上手看一下，手比较细啊，看它要取几节啊，应该先拿4节吧，用螺丝刀把螺丝拧下来卸表节。好，第二个螺丝下来了。这里可以再微调半格进去，我先给你调进去，然后它表带也是可以再微调进去的，微调是要用到这个啊。然后我们现在往里推，只要这个针啊卡在这两个洞上就好了。好了，表带上也是可以微调的，这个我教你啊，半截可以缩进去，缩进去的时候给它按进去啊，也要听到声音。我先给你调到最紧的状态啊，如果不行还得下一节表节下来，你再试一下啊，可以对吧？恭喜美女啊，喜提劳力士了啊，今天开心吧？三八妇女节的礼物，好看啊啊，一劳永逸，又是多劳多得，一人一块对表情侣表啊，一块是沙士圈，一块是那个绿螺，女款绿螺，36表径的。那我开个单好吧，剩下的附件我给你理一下啊，单子跟保修卡放一起好了。这个保修卡也是经常提的，是最重要的一个东西。第一个它有保修5年，第二个就是说如果这个卡没了以后卖的时候是有差价的。然后这两个放在后面啊，这两个吊牌
还有表节四节是取下来的，我给你包一下啊，把四节啊给你放在下面啊，枕头压好，直接上手吧，今天对上手啊，主要今天正好能赶在妇女节的时候拿到啊，这是最好的，比较有意义，对，相当有意义，今天的日子好日子啊，两本说明书放好啊，盖子也给你盖好，盒子的外套放好，再给你一个袋子，都不给我，非常有意义啊，见证了爱情啊，今天这是真爱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，感谢大哥支持，已经第二次支持我们了，我把钱交给你，好，对，已经收到了，好，感谢大哥支持，好，那我们先去了，好的好的，好，好，慢走啊，大哥，啊，拎着贵重的礼物啊，有分量的礼物，好，再见啊，好，拜拜，今天是三八妇女节啊，我们祝所有的女性节日快乐。